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一行人来到日军驻地，瓦格纳极其难伺候，扬言横尾阔不现身就不进营。藤山没办法，只能进去请示长官。横尾阔害怕被狙击手打死，付了双倍违约金请瓦格纳进来。横尾阔设宴邀请瓦格纳，并要求其马上研制神经性毒气。黄参谋带巩大和进山，没想到被追击八路的鬼子盯上。黄参谋为了保护巩大和完成任务，独自引开鬼子跳崖而亡。快先试试。好，我今天看见孔元了。他怎么样？身体状况还好，不过精神很焦灼，好像随时都会有攻击别人的可能。你暗示他了吗？我用吹哨子的那个暗号暗示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他应该能听得懂，但是他现在不知道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哦，对了，山洞里的地形你摸清楚了？我摸清楚了，我发给你看。你看，这里是个警卫室，再进去是普通的日本军官的房间，这边是横尾阔的房间，在里面是毒气实验室，经过一个把手再往里面就是关押兵工厂人员还有孔元的房间。但是在这上面全部都有士兵把守。关押孔元的房间除了门能进去，有别的通道吗？没有，关押兵工厂人员的原来好像是一个车间，有个二层平台，只有在外面有个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去，但是里面没有上去的地方。这个平台有多高？目测是有八九米这么高，非常陡峭，没有攀援的地方，而且兵工厂人员的情绪非常的焦灼，一点就着。我现在应该尽快的到他们中间去。我可以偷一个绳子把你放下去。不用，下去以后呢，我无法收绳子。我去收啊。两个人目标太大，你不用担心我，没问题的。我应该再去见他们之前先见一下孔元。机会来了，放风的时间到了。
挡我的路！听到没有？お気をつけよ。この男はとても危険です。どちらの所属で？工兵中隊の河本軍曹です。 连长，我是陆达。 三前四后，我这位老师和他的弟弟一直是利用这个口诀，获得了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孔融让梨”。哎，大哥，这地方不会真是阴曹地府吧？ 刚来这儿的时候，我也这么以为的。哎，你不会是八路军吧？干啥？我可听说这虎头山上的八路军给都给打死了。你要真是八路军，那你就是是鬼了。那我可就真是对不住你了，我就是八路军。哎呦我的妈呀！干啥？行，我这命硬，今儿可算是碰见真鬼了。 鬼同志啊，别大哥，哎，我这回是鬼，这还真不好说。你看啊，这地方呢就算是鬼门关，咱们算已经闯进来了。这闯的好呢，就是鬼变人；闯不好，就是人变鬼。那算命那个说了，说我不会死在山里。那你死哪儿啊？被窝里，八十岁。你还真信啊？我现在信。 哎呦！
里头走。啊！哎哎哎哎呦！就我，什么人？我从鬼子手上救下来的。自报家门了吗？还没呢，所以把他带回来，你好好审审。反正他是好人呢，咱们就救他；要是坏人啊，就宰了他。别别别，那个，看两位这么紧张，我倒放心了。什么意思啊？快点给小亮出去，快！零、九、孔、元，也就孔元。接触他，快快快快快快，接接接住他！
掩护。你坐过来吧，给我拿件衣服。是谭厂长，对，我是。你是谁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孔远，是我的弟弟，我叫孔芳。你是孔远的哥哥？对，我在中央大学当老师。中央大学的老师？那你？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厂长，我代表团部跟你们联络，希望能里应外合救你们出去。团部？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你贵姓？姓刘。你是副厂长刘百刚。嗯。你一家五口，蔡行西南乡人，你出生在刘姐村，之前在车行当过小工，后来参加了三旅三团的兵工厂当钳工，再后来带着八名骨干转战了虎头山兵工厂。你有六年的制枪经验，你从钳工到技师，最后升为副厂长，你有过一次嘉奖，我说的对不对？他是自己人，他比我都了解我自己。那怎么说，你是自己人了？那你带来了团部的指示？对。但是，我要具体的先考察一下这里的情况。马上就要放饭了，你看你要不要躲一下？躲，必须要躲，因为我刚来这里，气息跟你们不一样，日本人见了容易衍生。好，我们掩护你，大哥。哎，中午放饭的时候想办法多拿一个窝头。好嘞。厂长，千万不能这样，因为日本人统筹有序，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他就有多少个食物，如果无端的多一个或少一个，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说，叫什么名字？龚南河。怎么来的山里？早来的。你小子，我听好了啊，少给我油嘴滑舌的，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大哥，我真是早来的。鬼子戒备那么森严，你怎么走进来的？那不就走进来了？行，就算你走着来的。我问你，你到虎头山来干什么？找亲戚。什么亲戚？谁家？凤凰坡黄老铁。你是他啥人啊？女婿。扯淡。他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哪来的女婿啊？哦，他没闺女啊。你说呢？我那个。少废话。说什么呀？哎哎哎！拿出来看看。是护身符。拿这个。我凭啥给你看啊？哎，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在这古墓里憋时间长了，人脾气都不怎么好，被枪一会儿再走个火啥的，你可就在被窝里睡不过八十岁了啊！哎，给！你怎么有这个？跟你说了，护身符嘛。你到底什么人啊？你怎么能有个哨子呢？你们都不跟我说你们是干啥的？我凭啥告诉你们啊？老陆，要不然咱们给他透个底儿，反正他要是来探秘的，大不了开枪给他崩了。嗯，你听好了啊，我叫陆达，他叫严学武，
是虎头山兵工厂守卫部队的特务连。不是说你们都死了，就剩下孔元了吗？你咋知道我们连长没死？我当然知道了，我跟孔元打小就要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救他出去。不是，哎，你自己一个人来救我们连长是吗？我们有人啊。什么人？那你俩能不能也给我看点啥东西，让我相信相信你们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你们是以少生为号，孔方就这么说的。不是，你说的孔方是我们连长哥哥吗？对呀、啊，我跟孔方，还有孔方的媳妇儿，就是孔元的嫂子向海英，我们三个一起来的。那个向海英啊，装成了一个女翻译，孔方藏在一个箱子里面，木箱子。这么说，那女翻译还真是咱们自己人，得亏她长得像你妹妹。咋了？没事儿。我差点用枪打死连长的嫂子。大哥，你可不敢乱来，人家这个孔方这回有一个他自己特别周密的一个救人的计划，跟你们团长一起定的。不是，孔方不是大学教授吗？咱连长说，一个大学教授能干得了救人的活？嘿，诸葛亮你认识吗？周瑜你知道？行了行了，少吵这个啊，我没工夫给你弄那个三国的事，赶紧别直说。诸葛亮加周瑜，再加个水泊梁山的吴用，将将也就跟孔方打个平手。你说他多厉害？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你在这儿是什么作用？那湖里是不是有两挺机枪啊？那是我俩干的，带劲，带劲。孔方让我来啊，就是让我去湖里捞机枪，说是从虎头山撤离的时候用得上。机枪你捞到了吗？捞啥呀？没捞呢，就被这日本狗追了。完了，碰见你了，到这儿不碰见你了。小王，他说的对吗？是这么回事。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跟孔方、孔元随便谁能联系上就行。嗯，我有办法。来，跟我来。看见了吗？今天连长就坐在这外面放风。我喊的时候他没听见。哎，这外头啥地？嘘，这是小鬼子大本营。哎呦我的妈，这还真是住在阎王殿底下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连长能坐在这儿休息，我相信他明天还会坐在这儿休息。咱们待会儿把这地方啊给扣薄一点，明天就能给他拉上话。行，那你们俩扣吧，我给你们弄肉去啊。哎，那个。肉的事儿，就我来吧。为啥呀？你看，你救了我命了吗？我报答你一下。哟，你没看着这个样，有点像厨子吗？就让他去吧。你行吗？行，你等着吧。我说，哎，别把味道飘出来了啊！哎，放心放心。好，九，九上。这份名单看过了吗？我也看了，重要人物卢厂长、副厂长，在一个车间，另一车间接普通工人员。没那么简单。厂长的这个车间是他们的核心人员，另一个车间外围人员比较多。开始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厂长这个里边，错了。我们应该把目光集中在这个车间。为何？因为他们不可信任，不可信任必有不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应该利用他们。如何利用？读过汉书吗？否。你们的汉语互助学习班还上课吗？汉书为什么没人给你们推荐？从未间断，以未敢间断。一周一次，风雨无阻，然确实无人推荐介绍汉书。
下次我要参加你们的学习班。希望将军给我们讲课。《汉书》里讲，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通知厨房备些牛肉和馒头，送到那个车间里，改善一下伙食。嘿。喂，过来。你山中总，牛肉还有没有？有，做一锅土豆炖牛肉，给第二车专机俘虏机要港口。虎头山交通不便，运行牛肉进来非常不容易，都是留给将军吃的，为什么要给战俘吃？此乃将军之要者。可是没有那么多牛肉。此乃如之问题，如是否解决之？わかりました。我哪里有办法？老头，哎，老人家，请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和你商量一个事情啊？长官，您说。我想杀了你，然后带走你的牛，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快说！可以。可是我不想杀你，我只带走你的牛。你就可以赚了一条命。哦，长官，我一家老小都指着这条牛活呀，你不可以。长官，你杀了我也不能抢走我的命啊，不能抢走我的命。宝先生，我可以去敲门吗？你们这里面谁负责？你们看我干嘛？你们都看我干嘛呢？
我只不过是一个钳工，年龄大一点，我平时说话你们谁听过？您贵姓？啊，我不贵，我姓赖。赖，信赖的赖。哦，吃吧，炖牛肉，白馒头。来，是。我们吃了，我说什么呢？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说什么不用说，吃吧，吃好喝好。嗯，牛肉为什么给隔壁他们吃牛肉啊？这日本人呀，想用牛肉套他们的话。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核心秘密，套有什么用啊？随他们去吧。郭老师，你吃好饭以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山洞里的情况。好，顺便咱们研究一下逃离的方案。好，站长，这里边的人都可靠吗？可靠，都是兵工厂的骨干和核心人员。隔壁那个房间的人呢，主要是一些民工，也不是不可靠，只是没有经过什么考验。明白。兄弟，差不多了吧？快好了。再抠，会不会漏了？不会的。要是再晚来一天的话，我们就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你看，这个里面埋的是我们兵工厂所有的军火。厂长，你听我说，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跟敌人同归于尽。团部为什么没有发起总攻？就是怕惹怒了日本人，对你们进行屠杀。你要记住我这句话，到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宝贵的。孔老师啊，我们就是怕成为团部的负担，才出此下策的。希望孔老师能给我们指条明路。也谈不上明路，我正好有一些想法，正要跟你说呢。啊，我，郭老师，你等一下啊，小子，啊，去门口看着点。好，白哥，叫他们几个过来。好，同志们，来，到摊场上去。香了。等会儿，你煮的啥呀？
鱼。狗呢？鱼好吃。我问你狗呢？埋了。为什么？我觉得狗吧就不能吃它，那狗是人的朋友啊。朋友？就这样的朋友差点要你命，你知道吗？啊，是，我知道。是吧？什么什么是吧是吧？啊，狗是人类的朋友，那鸡呢？猪呢？牛呢？羊呢？啊，全是朋友。你一个大老粗，你怎么那么矫情呢？你不是，我是真的，我那个下不去嘴。下不去嘴？那你把狗大老远背回来干啥呀？是你让我背的，合着我的错了？我不该让你背是吧？不是，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都累了，我。行了行了，不要再争了，啊，事已至此，鱼就鱼吧，也能吃，好吧？郭老四，你继续。其实，在封闭的环境中逃跑，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挖地道。彻底挖到什么时候呀？这得看挖的人数、方法，还有客观条件来决定。郭老四，这个地方。日本鬼子的警戒范围在1500米，你想把这个洞口放在哪里啊？其实洞口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哦，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山里有一个古墓，是以前古战场800壮士的墓。嗯，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呀。也许只是个传说。不是个传说。我查过记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山洞，没准就是他们以前驻军之地。郭老四，你是说从山洞打到这个古墓？对，从山洞挖一个地道到古墓，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转移到古墓里面。明天我们想办法跟连长联系上。哎，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万一那个孔。他做不到你掏的那个洞那儿，联系不上他咋办？动脑子呀，只要动脑子，一定能联系上。我觉得，咱们可以在这个联络暗号上想想办法。对呀，吹哨不行，一吹哨就暴露了。大家集思广益，好吧？想一想，可以不吹哨，找一个什么替换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嗯，鸟叫。大河说的对，学鸟叫可以，啊，行，抓鸟我在行。嗯哼，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啊，给我打个副手，不过你得服从指挥，鬼子来了你别吓得尿裤。哎，嘘，小点声，你啥意思啊？我要害怕我，嘘，小点声，我要害怕我能跑山里来。人家孔方都挺信任我的，你啥意思啊？什么我啥意思呀？你不是挺有主意的吗？还把我狗肉给我换成鱼肉，这不是你干出来的吗？不是，那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不要吵了，好不好？龚大华，严学武也是好心给你提个醒。好了，就这么着吧，快，快吃吧。啥吃？龚老师，那这得多大的墓呀，沉得下咱们这些人？其实，在古代，人死以后。他们认为所占的空间，应该跟生前的空间是一样的，尤其是800壮士，这些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们死后所占用的空间，一定不比他们生前的要小。那孔老师，这个墓穴在哪里，你知道吧？今天下午我对山洞勘察了一番，我想。大概应该知道它的位置。这怎么找啊？其实，在古代，盛行周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卦。八个单卦代表着八个不同的方位，和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从而指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我想，800壮士墓，用的也是八卦这个原理。
下午我用八卦的定位勘探了一番，我觉得八百壮士墓应该在我们山洞偏左一点的地方，和山洞唇齿相依。那您为什么判断是那里？因为那是坎位，坎代表着水，也代表着下陷的地方。在虎头山有水，向阳代表着美穴之地。顾老师啊，顾老师，恕我直言啊，我是学理工科的，对于玄学我不相信。厂长，其实我也不相信玄学，但我确定八百壮士墓用的并非是玄学，我利用的是当时人们使用玄学的习惯。我相信的不是八卦，而是当时人们对于八卦的相信。你看，我们可以把八卦看作是一种暗号。这么多年来，朝代在更替，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但是八卦没有变。我们可以依靠八卦来寻找当时人们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仅仅依靠八卦不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去冒险，所以呢，我还有两个证据。顾老师，请讲。厂长，我问你，虎头山为什么叫虎头山？这个不知道。接受任务的时候说是到虎头山来，造一个兵工厂。其实，在来之前呢，我走访了附近的山民，他们告诉我，虎头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祥岭。祥岭，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啊？海刚，我问你，你的村子叫刘姐村，有什么用意？传说我们村是由一个姓刘的尼姑所创立，所以叫刘姐村。没错，其实中国的地名呢，无论大小，都有寓意，或象形，或会意，或假借。那么虎头山叫虎头山，纯属是掩耳盗铃。这是因为建造这个墓的人，为了怕敌人去盗墓，所以随便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是起完名字之后呢，老百姓却没接受，所以附近的山民根据长时间对这个山的熟悉，又起了一个他们自己认为很好的名字，叫做祥岭。所以虎头山在地图上的名字叫虎头山，其实民间俗称祥岭。那这个又算什么证据啊？其实老百姓起名字呢，没有宏观的概念，只是就地取材。你看啊，祥岭，祥是声音的意思，岭代表着高地，合起来就是有声音的高地。那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那说明你没有踩对地方。还要踩？对，听老山民讲，如果踩对地方，地下会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您踩对了。今天下午我借踹孔元的机会踩踏了洞前方的位置，结果我听见了那种嗡嗡的声音。不要挡我的路，你听到没有？除此之外，我还踩踏了其他几个地方。通过踩踏，我发现这个古墓有可能就在山洞偏左一点点的位置。哦，那另一个证据呢？厂长，你发现没有，在山洞前面的位置有一棵死了的大树。
对对对，有棵古树，中间都蛀空了。那我问你，为什么这棵大树能死？它死后，为什么周围的树却还活着？不知道。我告诉你，是因为这棵大树的根扎得太深，已经扎到空洞的里面。它的死是因为得不到水分，还有养分。您说的像神话一样。白刚，任何神话都有出处，今天我就不跟你一一细讲。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我们如何能创造神话。哎呀，孔老师啊，你才智过人呐，你说的是有理有据，太好了。将军，那些工人把今天中午的牛肉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没剩下。找个时间，把那个老赖请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打开个缺口，找到藏武器的地方。嘿。通知新房小姐，晚饭时间快到了，让她把瓦格纳请来共进晚餐。我要了解一下神经性气体的工作进展情况。嘿，我马上去通知他。咱们逃亡计划呢，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挖一个通道，从山洞到古墓，这个由兵工厂里的人来完成。还有呢，就是要画出日本人的布防图，这个由我的未婚妻来完成。就是那天下午提醒你们的那个女人。哦，就是那个说上海话那个女的。对。第二呢，就是把布防图送给团部，约好总攻的时间。这个由我还有孔元的一个朋友大河来完成，这个人现在就在山里。第三呢，团部发起总攻以后，我们所有的人从山洞转移到古墓里边，然后我们寻找出口出去。嗯，我们转移到墓穴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山洞炸掉？不能炸。你想一下，如果把这个山洞给炸了，那墓穴也会坍塌的，到时候就不是800壮士墓了，而是1000壮士墓了。对了，厂长，那个密室在什么地方？哎呀，孔老师，我们司令密室你也知道？当然，来之前呢，我查过资料，我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密室，在最危险的时候，把武器都可以藏到里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密室的话，我们如果挖地道就很危险。孔老师。Wagner, General Heng Weiko ruft uns zum Abendessen. Paul, es ist im Moment alles in Ordnung. Du kannst machen, was du willst.
我们制造的弹药和枪支，还有缴获的武器啊，都建立在这个地方。厂长，真没想到，这里边有这么多武器和弹药。是啊，是啊，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是，嗯，你看。 在这个地方挖洞子呢，应该没问题。这个地方很隔音。厂长，嗯，我们这个门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哦，这个大门是朝南的。朝南的，那洞口应该在哪里呢？洞口应该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朝北。朝北。 那从我们这里距离洞口应该有多远？应该有150米左右，南北150米偏左45度。顾老师。 你觉得在什么地方挖合适啊？厂长，你让我想一想，这个我得好好的计算一下。哦，好。今天请他吃山鸡，本地特色，非常好吃，很有嚼头。Der General sagt, heute gibt es Huhn vom Berg. Er hofft, Sie mögen es. Es schmeckt ausgezeichnet. Ich mag es. Ich liebe zähes Essen. Er sagt, er mag ausgezeichnet. Ich mag es. Ich liebe zähes Essen. Er sagt, er mag ausgezeichnet. Ich mag es. Him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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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mmel. Was ist passiert? Was ist passiert? 真治。 今日消防队带装车去搜寻八路军之时，军装被八路军打死并带走，宣传员坐上伤心过度。 人够情未了 ，General, was ist los?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的一只军犬牺牲了，训犬员非常难过，在呼唤他的名字。 Ein Hund ist tot und das Herrchen ist sehr traurig. 是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Eine bewegende Geschichte. Es ist kein Märchen, sondern eine Tatsache. 的确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不知道今天瓦格纳教授的工作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Wie war die Arbeit heute? In der Wissenschaft muss alles sehr hart erarbeitet werden. 正常进行。明天怎么安排 ？Haben Sie für morgen Pläne? Morgen? Morgen arbeite ich nicht. Ruhetag. 明天他不工作。 Na nie? Warum? Morgen ist der Tag Gottes, um sich auszuruhen. Die ganze Welt ruht sich aus. Warum sollte ich arbeiten? 上帝创造了星期天，全世界都在休息，为什么他不休息？瓦格纳教授。
虎头山是凶险之地，你要想休息的话，应该把工作做完之后彻底离开这里。 Es ist gefährlich hier. Wenn Sie eine Pause wollen, dann sollten Sie Ihre Arbeit beenden. Sie sollten Ihre Arbeit beenden und dann gehen. General, das sind zwei völlig unterschiedliche Dinge. Ich hatte keine Angst davor, hierher nach China zu kommen. Und ich habe auch genug Mut, um hier auf dem Berg zu bleiben. 将军，我不怕凶险，所以我在中国。瓦格纳教授，如果要你在休息的时间工作，需要付出什么条件？ Wenn Sie weiterarbeiten wollen, Sie würden für den Sonntag bezahlen. Bezahlen? Warum bezahlen? An dem Ruhetag ruht man sich aus und am Arbeitstag wird gearbeitet. 为什么那么浪费钱呢？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我问的是，什么条件可以让他在休息的时候工作？ Der General möchte gerne wissen, wofür Sie sonntags arbeiten würden. General, ich könnte einen Stuhl aus Sandelholz sehr gut gebrauchen. Er sagt was? Er sagt, ich habe gehört, dass Sie in Tokio ein Stuhl aus Sandelholz haben. Er möchte ihn. Ist das schwierig? Kann er das machen? 可以，不过你要按部就班的工作，我会给你弄一把黄花梨的椅子。Das ist kein Problem. Arbeiten Sie hart, dann kriegen Sie einen Stuhl. Einverstanden. Prost. Sie sind ein interessanter Kerl und ein guter Freund. 他说干杯吧，将军。你不但很有意思，而且很够意思。 见了几个人？将军，两个。是你前的两个人吗？应该是。是还是应该是？没看清楚。没看清楚，怎么敢说应该是？将军，我……天赐良机，你们却没抓住人。抓两个人这么麻烦吗？你为了抓两个人，让我把山里的所有部队都带出去吗？将军，我多带小一局，我怕一山里利用玄机。那你？ 每次八路消息后都没有信号线索，如果不利用枪械据地，我想我不会抓捕到他们。军犬是怎么牺牲的？被八路军射了埋伏，杀死的。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想到了对付军犬。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猜是不是两个八路军打了一个配合，一个引诱军犬陷入，另一个设伏。 他们就在附近。军犬进山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你下去吧。嗨。看看这张地图有什么不同。 刚才工兵队撤回时，地图上是。再看一看。我看不出不同。这是防水地图。
难道他们在水中湖？在水中不可能，也许在水中来，也许到水中去。肯定，他们要破坏的东西跟水有关系。我会加强对凤凰波及看管，还要对太岁河及巡逻。对，堵住源头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之意思乃是什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抓住两个小蚂蚁，我们才可以高枕无忧。明天，还是你带人去一趟吧。嘿，要不要多带些人？将军，否，在中国战场上，皇军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少是1:3，却只有两个八路军，无守到进来。明天只带三小小分队，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怎么收拾这八路军的。一定要小心。将军放心。巴黎的椅子派人去找了吗？一派。这瓦格纳欺人太甚矣，是否也不能什么事都依他而行？藤山君，天才有三个化身：孩子、疯子、女人。孩子不明白，幼稚后；疯子无意明白，疯狂后。女人之死，我不明白，何也？自恋吧。所有的女人都以为世界是为她们准备的盛宴，她们是目光聚集的焦点。在这一点上，天才和女人是一样的。若具有天才之女人乎？那她们首先应该知道，她们具有女人的美。还具有男人的力，才华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谁才是世界之中心？权力。权力的真正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请指点之。权力的名字叫拳头。拳头才是世界的中心。藤山君。我苦心积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制造出具有战斗力和杀伤力的神经性毒气。神经性毒气，才是一个无形的、巨大的拳头。这个拳头必须要打出去，才能扭转战局。不然的话，我们将面临另一个无形的拳头。此事已知。什么样之拳头？原子能武器。没听过。具多大之威力？你想它多大，它就多大。我们日本为什么无用？因为我们缺少疯子。我们造不出乎？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地少、物薄、资源不够。